我是公共列车长，在110年，然后7月5号，我是公共列车长，在80年进入，终于末班车来了，23点43分，我拍的是44、47次，应该差不多吧，怎么那么晚？而且刚刚好像有地震的，花莲有地震影响，最近天灾蛮多的。今天终于又拍到那个泰鲁阁，啊对啊，最可惜我的45间拍歪了，对吧？没关系啦，反正之后都拍不到，对吧？来，47次将北回向号受领了，泰鲁阁之阳号，我是公安列车长，泰鲁阁之阳准备通过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我的47次将北回向号受领的泰鲁阁之阳号在瑞芳澎加路平安道通过，我是公安列车长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